来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甲乙两人购买电影票，甲买到几率是 0.6， 乙买到几率是 0.5， 两人同时买到几率是几 0.2， 问你两人都买不到几率，买票题目说很清楚，甲买到四喜 0.4， 乙买到四喜 0.5， 两人同时买到四喜 0.2， 因人怎么来了，把 0.4 乘上 0.5 是就 0.2， 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买票互为什么事件，独立事件，是不是叫的，所以说甲乙都买不到，哎，甲买不到四喜，题目说很清楚哦，甲买到四喜 0.6， 可见甲买到四喜 0.4， 可见甲买不到四喜 0.6， 乙买到四喜 0.5， 可见买不到四喜也是 0.5， 所以说甲买不到是 0.6， 乙买不到是 0.5， 所以说两个都买不到怎么办，直接把甲乘起来，乘起来自己 0.3， 因为互为什么事件，独立事件，两个通通买不到几率总算，直接把怎样乘起来，是不是叫的 ？OK。